后来，王氏把原本用于祭祀的征长财产划出一部分，用于子弟的教育投入，保证他们都有受教育的权利。得益于征长制，王氏家族走出了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王力。年轻一辈里也有很多佼佼者，王锡强。 2007年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如今他学成归国，成了一名光荣的航天人。像王锡强、朱琳一样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长为社会和国家的中流砥柱。 无论是否还身在博白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家族传统，回馈国家社会。从2013年开始，朱氏家族决定打破惯例，不仅奖励朱氏后人，也奖励其他姓氏的优秀学子。崇文重教，耕读传家。 博白的祠堂连接起古与今、祖先与后人信仰与力量。它来自民间，根植乡土，生生不息，灌溉出一方教育的枝繁叶。